请接着看底下的这一句，第七句：从指十方法界处所各差别三昧门起。这一句是指广处，下面这一句是指广深，这是一正一对啊。处所是一报，深是正报啊，所以是一正一对。十方法界处所，这个差别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啊，设置不尽的啊。确实，佛菩萨的智慧遍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个能力的根源，就是普贤三昧。说到十方法界处所的差别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佛在许多经论上常说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也。要常常啊想到佛这一句的教诲，如果你真正明了了，你才晓得世间实实在在是虚幻而不真实的。中国人跟外国人在文化思想概念上有许多不相同。中国可以说从三千年前开始，生活的方式以农耕为本啊，农耕为本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定居在一处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，
讲到产业，祖祖相传教导我们的制衡产。衡产是什么呢？土地呀，耕地，这是衡产呐。土地能够生产粮食啊，民以食为天呐。头一个呢，要想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要得到啊，摄衣的温饱，这个是人生第一桩的大事。外国人呢，可以说是以游牧为本，没有定居在一处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仔细观察，你看外国人常常搬家。他们居住的房子确确实实就像帐篷啊，这个似的一样。住在一个地方十几二十年的就不多了。大多数居住啊两三年他就搬家了。很想就搬家了。如果生活环境好，收入高的话呢，那搬家的几率就更高了。不像中国人呐，你看中国在从前，现在慢慢的也被西方文化的冲击，也看到中国人常常搬家了。以前中国人盖房子那非常慎重啊，要选择上好的材料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栋房子盖好了至少可以使用300年啊，要传好多代呀。家具，红旗家具。家具使用的时间呢，最低也要使用100年。这跟现在西方人呢，这个经济思想完全相违背。西方人的思想啊，是消费也，东西年年有新的产品，年年希望你淘汰旧的换新的。中国人不是的，中国人制一样产业之后啊，几十年都不变的。从这些地方看呢，中国人心是定的。西方人心是动的，心定的人有智慧，心动的人有聪明，聪明跟智慧不一样啊。这是从设法界
这个处所各差别。啊，我们要有认知啊。佛菩萨的认知是最正确的了。啊，告诉我们。要知道身心世界虚幻不实啊，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时间，不能够啊在这些地方大量的消耗，那是错误的。应当着重在精神生活的修养，提升精神生活的境界。精神生活境界提升了，物质生活实在讲微不足道啊。可是没有精神生活的人，他不能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面所看到的，孔老夫子过的是怎样的物质生活？啊，夫子最得意的学生，颜回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一些弟子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？我们一般凡夫说，哦，那是很清贫的生活啊。而在这些觉悟的人，精神生活很高的人，他们那一种物质生活，最好的物质生活，我们凡夫不知道。凡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！这里头也有个大道理存在。这个大道理是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。一般人说老实话，实在不懂。到境随心转，这个人就得大自在，这个人得真正的幸福美满。如果我们的心是被外面环境所转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呐！啊，大富大贵，一生过的苦日子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在中国秦皇汉武啊，那物质生活
多么的丰满呢？所谓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生活不美满啊，家务事情里的挫折很多很多啊。所以境界没转过来嘛，凡夫境界嘛。凡圣确实有很大的差别。故圣人的生活，其如圣人的境界，才真正有大喜乐、大圆满。密宗里头有大圆满法门、大喜乐法门，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那个境界确确实实是心转万法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说一句最浅显的话说，我们的心情不要被外面境界影响，不要随着外面境界转，你才做得了主。心情随着外面环境转，说明你自己做不了主。谁做主呢？外头境界做主。外面境界做主，那你这一生肯定是受境界的主宰。你是心为境转，你不能像一个觉悟的人说一样，觉悟的人说境随心转，我心做主，世间义里面佛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看相、算命、占卜，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看风水，这属于世间义。为什么呢？心被境界转，真正修行人呢，是境界被心转，有一年我在美国洛杉矶的夏景山老居士跟我同年，他的风水看得很有名啊，在美国雷根做总统的时候请他到白宫去看风水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很可惜啊，就是没有把英语学好，语言上有障碍，假如我语言上没有障碍啊，说我这个风水法门在西方人眼目当中很吃香啊。
有几个例子是不错，啊，看的是很准确的。他给我说一句话，他说中国古来这些祖师大德，一个个都是风水专家了。我说何以见得呢？哈，所有那些寺庙庵堂的建筑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懂得风水的人，都是最好的风水。我跟他说，未必吧。他说怎么呢？为什么每一个那个寺院道场时候都选择那么好的风水地方？我们学佛的人懂得，那是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出家人哪里会看风水，还就找地想怎么样建筑，没这回事情。都是随便任意见的。莲池大师那个大道场，原来只是盖一个小茅棚啊。以后人知道这个和尚有道德，有修行，啊，于是慢慢跟他学的人多了。茅棚好，那你盖一个那个，就都多盖啊，逐渐逐渐形成了一个丛林。自然形成的，不是刻意去造的、建造的，绝佳风水。说明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啊，风水里面也说，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啊。啊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。你有福报，你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风水会变好。你没有福报，风水绝佳的地方，你到那里去住，那风水会变坏。还是佛说的有道理，境随心转。佛教人修心呐，佛教人不要着相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如果我们能够修道，真正能够转境界，你说你多自在。啊，你的心情多愉快。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不受任何环境所动摇啊！当然，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，但是是可以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的啊！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心、有愿力，肯儒教修行，哪有得不到的呢？啊，连了凡先生修善积德，转变了他的命运呐。改风水、改命运，不是在事上改呀，是在心上改呀。事上改是对世俗人。
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改了呢？并没有。真的改了的话，那佛所讲的这个境随心转呢，那就完全被推翻了。那佛讲的话不真实啊，不可靠啊。那么对世间人来讲求风水，是安他的心，安他的妄心。实际上他还是被命运所转，他还是逃不过命宿啊。这个你看看《了凡四训》里云谷禅师就讲得很清楚啊。因此佛的教学宗旨是定在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。世间义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迷信。不得为世间义，就是今天社会上常讲的破除迷信。佛弟子绝不迷信，世间事，世间正当的一些事业，正当的生活，没有一丝毫妨碍啊！尤其到华严境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这个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愿求完全相应了。再看下面一句，第八句，从之一切微尘中，各有无边广大佛身云三昧门起。清凉给我们讲，这个是一真一对啊，这是讲的正报了。知广深呢，即一真一对啊。清凉大师接着说，虽说微尘一张佛广啊，真正的意思是讲佛多啊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数海佛刹，夜夜佛刹当中又有微尘数诸佛，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讲佛陀虚空无方啊，有无处则现。无就是讲的十法界的众生啊，世界这个虚空啊，广大而没有边际，哪个地方有世界
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这星球啊，这些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居住在那里，就有佛菩萨在那里实现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那些众生呢，没有意思求佛菩萨，佛菩萨来不来呢？佛菩萨来。诸佛菩萨了，真的是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！不以佛的身份出现。为什么呢？佛是四道，四道这个是要去求学的，啊，以恭敬心、真诚心去求学，老师才教你，才传授给你啊。啊，你根本没有尊师重道的这个念头，没有良好求学的态度。老师当然不出现，不会现这个身，但是可以什么？可以现呢？同学的身份，可以现什么呢？朋友的身份。啊，这个不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吗？啊，不能现佛身呢。但是无论现什么身，都是诸佛如来，不能说佛现一个凡夫身他就堕凡夫了，没这回事情，他还是诸佛。就好比他的身份是个大学教授，他现在在幼稚园里面教小朋友，啊，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大学教授，他大学教授身份没有失掉啊，啊，他可以做幼稚园教师，也可以当小学教员啊。不一定说是大学教授离开大学他就无用武之地了，哈，他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啊，很管用啊，哪里都管用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所以只要有生物的地方肯定现身，现身能现有情身，我们讲的动物，能现无情身，我们讲的植物、矿物、山河大地，它都能现啊。那我们要问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众生居住的地方有灾难吗？佛菩萨有没有能力来维护呢？给诸位说，肯定有。这个地方要发生大地震了，
佛菩萨能不能叫这个地震把它化解掉呢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有啊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他的能力就不圆满了。那有能力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灾难化解啊，来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呢？啊，我们举个例子说，啊，像在学校里，学生犯了过错了。老师处罚学生，校长看到了，有权利制止啊，他为什么不制止呢？这个惩罚是教育啊。惩罚对他是有利益的，没有害处的呀。从这里我们就能体会到，佛菩萨看到众生造罪业，造极深重的罪业，罪业感得来的这个恶报，痛苦的果报，佛菩萨看到清清楚楚，为什么不制止？这个果报他要不受不接受，他的那个业恶业消不掉啊，消不掉啊，那就造成永恒的障碍。啊，你造了你一定要消掉啊，业障消除之后啊，你真正回头了，悔改了，佛菩萨现身来帮助你。由此可知，佛菩萨现身帮助你是慈悲，佛菩萨不现身不帮助你还是慈悲。佛在经上讲众生的根性啊，众生回头，说过有五种马的比喻。最好的马懂得主人的意思，主人一表示他就知道。主人一骑上他的背上，他就知道主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了，啊，他就载着他去啊，一等的好马了。二等马呢，哎，你骑上他的，他还懵懵懂懂的，必须用马鞭轻轻敲他几下，哦，他知道这是叫他去了，叫他走路了。三等的马呢，就更迟钝一点，啊，你悄悄不痛不痒，他不理会你，一定狠狠的打几鞭，打了他痛了，啊，这才晓得他真的要走路了。啊，第四等马的时候，你打他再重，他也不走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呢？你看骑马的人穿马靴，马靴后面的时候都带有马刺，啊，就是对付马的，啊，用马刺刺马的腹部，那非常的痛苦，啊，这个时候他不能不走了，不能不听话了。
四等啊，要给他这个受这个苦啊。到第五等马了，你马刺刺他，他也不走，他躺下了。你有什么法子呢？佛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。啊，所以种种果报啊，佛有能力化解而不化解，是真正帮助众生。这个才真正是叫大慈大悲呀！啊，所以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，而不是感情。啊，佛菩萨教给众生是永恒的利益，长远的利益，不是一时啊！啊，一时的快意。带来了长远的苦痛，那是错误的。啊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！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有原则，有善巧方便啊。我们要信任，我们要尊敬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依教奉行。这个经文上讲到的时候，身云三昧门，佛经凡是讲到云，就是提醒我们所有一切现象是虚妄不实在的，啊，相有体无，似有理无，这个用意是教我们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分别，更不可以去打妄想。啊，你可以受用，你不可以控制，你不可以占有。如果你要生了控制占有的念头，你就错了，烦恼跟着就起来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呐。清凉注解里面注得也很好，啊，他说，啊，这个虚空无方啊，有物处在现啊，这是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为如来藏是实有。它是能现，能生能变，它不是物质，它没有形象，它就像虚空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一切万物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依此建立了。啊，我们常讲啊，有，有是从无而生的，啊，无中生有啊。那个无很难懂啊，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无是有啊，有，为什么说的无呢？
因为六根接触不到，啊，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，鼻也闻不出来，啊，舌也没办法尝，身体没办法接触，乃至于我们心里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但是它存在。今天我们讲呢，它是一种能量，它不是物质。所以佛经里面称它叫无，称它叫空。啊，这个空怕我们误会空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它加一个叫真空。真空不空啊，妙有非有啊。啊，妙有是从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空跟有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心经上最明显的显示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啊，那个色就是讲的物质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色。啊，它跟空是一，不是二。大师说，处所个别随菩萨行，刹有净慧随众生业。这个四句话很重要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处所个别是随菩萨行，这个前位的菩萨不知道身位菩萨，这里头就有差别了啊。譬如说，摄性位的菩萨不知道摄住位的菩萨，摄住位的菩萨不知道摄行位的菩萨，这大分呢？再细分呢，初性位的菩萨不知道二性位的境界，二性位不知道三性位的境界，身位菩萨呢，知道前位菩萨的境界，前位菩萨不知道身位菩萨的境界，这是讲处所个别随菩萨行啊。刹有净慧，这是我们讲了这个现在一般人讲啊，讲社会就有佛法里面刹土的意思在。社会的清净染污，随众生的业，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！众生造作的善业，一定会感到这个地区风调雨顺啊！啊，物产丰富啊！人民安乐，
如果这个地方的人心有极其严重的染污，必然变成自私自利，一切行为一定是损人利己。互相猜疑，彼此不信任，这个社会就乱了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，灾难就频繁了。所以国土净慧确确实实是随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。那我们从这里就能想到了，诸佛菩萨的国土为什么那么美好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居民啊，都能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原因在这里啊，大家都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。这个原因又在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最根本的原因在教学啊！你看看华藏世界，我们现在读的《华严经》，毗卢遮那佛召开的宇宙的教学会议。礼记里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没讲错啊，教学第一啊，然后再从历史上去验证。你看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啊，你看哪一个时代兴旺成平，你仔细观察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教育办的最出色。你再看看哪一个时代动乱，动乱的那个时代那教育就很糟糕啊。今天我们这个世间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教育的方针方向偏差了，人文教育忽略了。人文教育是讲什么？人与人的关系，偏向在科学技术，科学技术发达了，人事的问题出来了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把这些人杀绝啊！反对的人统统把他杀光，是不是真的能解决呢？解决不了。所被杀的那些人呢，马上投胎投到你家里面，做你的孙子，做你的重孙子，将来长大了报仇。不能解决，什么方法都不能解决。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呢，教学吧，教育办好啊。
教学里头最殊胜的，无过于圣贤的教诲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干什么？来教学的啊，示现到这个世间呢，是来搞社会教育的，绝不是为自己，是帮助众生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得了啊，非常重要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